我这是迄个台南市后壁区哦，坎顶里吼，花马故乡哦。基本上，阮这个花马，放花马就是咱知府泉水知王爷的圣人天千秋的时阵咧放的吼。哦，咱今年是农历六月十七，国历七月二九哦，礼拜日吼。啊，基本上，阮这今年的迄个花马拢总大细只有破世界纪录啊啦吼，四十六只。哦，四十六只吼，空前绝后啦吼，唔敢空前啦，唔敢讲绝后啦吼，但是讲吼，因为这嘛是讲信徒吼，对咱地王爷吼，伊个神威吼，有所感应吼，来主动来赞助安尼。吼，啊，当然咱这放火马，为什么有放火马这风俗呢？就是讲咱地府先生，咱地王爷吼，伫哦拜华堂前顺哥，拄啊，因为伫阮这个咧祭拜的所在，咱这青阿卡东边这边正吼有挂。可歌可泣的故事啦，当然有挂旧战场，有挂战争啦，好啦吼，也是讲甚至讲有挂迄个岛屿的抢，迄个抢夺哦，啊，的伤亡足侪伫遐，啊，所以地方袂解安宁，哦，所以咱地方的先生，哦，的属性好，哦，来邀请咱知府先生、知王爷来坐阵做主，和平沟通啦吼，啊，当然知王讲一句话，讲知王有食，冤魂嘛有食啦吼，就是讲，所以阮的风俗较无共，讲咱一般的新民生。哦，新民生主要拢伫庙里咧拜拜，啊，阮是伫下晡时会甲迄个王爷即个神尊，啊，请来咱即个当兵的青阿卡即搭只，哦，古代旧战场的顶管即搭只吼，伫啊咧甲迄个祭拜在好兄弟，啊嘛有兼客军啦吼，啊，我那非常欢迎大家吼，哦，来共襄盛举吼，货币砍顶，哦，放红马宗教文化祭，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